咱要行千里的路，都要开始呢，起伫迄个第一步。咱若敢若知影，千里之外有啥物境界？但是人无去啊，无法度去体会内面的境界。尽管你安怎听，迄个贴切体会都是无啦。就亲像咱听法啦，无用心，唔肯用功，真正佛法的奥妙真谛啊，其实咱拢唔知。所以讲，千里之路，始于初步。修行叫做修道嘛。多加路呀，所以呢，这条路咱必定爱起步行。要起步行呢，咱应该方向爱真对准哦。一点点嘛会偏，那愈行就愈远啊，千里路啊就差千里远去啦。所以伫这里。初步是真重要，方向嘛是真重要。发心立愿，这就是启动。咱若无开始起步，唔肯去行，安尼呢，永远就是徛伫这个原点里。所以发心立愿，咱爱认真呐。是叫做道手哦，是四道名手，修炼的手，不是道手的手，是的啦，是的啦。啊哪，啊讲实嘞，都要尊重大师。哎呀，你妈呢？吓惊我啦！啊你怎么尴尬？啊你。家当生，家当生，爹
头啊当落。你如果安尼，搁欺负我，哇！是滚啊！阿滚，这好得叫你嘞！你安怎？你这报妹啊吼，干哪样去甲先生报东报西啦？哇，这无得叫你嘞！卡叔，你若是搁甲先生讲的话，阿滚掉！欺负顾梦啊信，叔娘，我无啊，是你管的啊，叔娘不是，是道长。啊，叔娘，不是我，想要升乌龟，未升正子，也着想要万龟。先生娘讲，阿英，无欺负我啦。恁实在真不受教，我一定要甲恁先生讲，看恁先生要安怎样处罚恁这学生。叔娘知影恁真唔捌代志，所以才会常常找顾梦的麻烦。遐你是在惊什么啊？我是无在惊什么啦。我以后吼，唔敢啊，叔娘你烦恼啊啦。梦你受他人折磨，另注意。不折磨他人，也是正一分的智慧呀。人人难忍，是可贵。
就把伊收起来，等下会甲先生讲，这茶是恁阿爹送的。啊，上合同的时间嘛到啊，你哦，紧去洗手面，准备听课吼。多谢师娘，我即马就来去准备。稍等一下，亚林是要去倒位啊？现主席已经是中午了，为什么你来讲老早呢？哈，今仔日是不是有人欺负国王呢？
无，嗯，坐落。多谢、啊、先生，敢会是你啊？先生，我无，无啦。假噶、啊，先生，将酒扣起来。是。假噶，这强手为礼，礼仪是爱端正。吼、哦，强手为礼，礼仪就爱端正。这叫做礼仪爱。断情，好，小先生，嗯，假噶，先生，咱交代功课，敢有背？啊，先生，嗯，我有背啦，好，背啦，啊，劝君无相，无相。是金利益呀，再来呢？再来哦，劝君少处啊，少年时，嗯，继续，花开堪折。康静，这苏静，弟弟静，再来呢？哈，阿哥有哦。嗯。假噶，是木大无花空折枝呀！你假噶，你可知影这诗文内中的意思吗？先生，我只知影背诗文，我就是唔知影有啥意思啊！这一秒钟，一世啦。你行持一念心，就是一生的方向。意思不在，空杯何用啊？哈，一首诗文啊。在诗进前，总爱准备诗后，要穿的金丽衣，也恁却不知呀。这生活之母，不知何归，人生难题，是少年时。不要珍惜金丽。
阿林啊，嗨！这孔文的书生哦，是利用你。在修伦理是净化人心，多读书是报亲恩，以学习来美化人生啊！这父母来孝敬，亲敬望。先生啊，现行的道理吼，听起来拢是电空空，好亲像吼在嗑石头嘞。恭敬禀孔主公。